没有穿衣服啊。下面等一下。哦，我没有穿衣服啊。你不要穿一点。哇！嗯。现胖，哎，超酷的，直接就变成一个洗头台。好痒啊！你也进入了这个洗头台吗？哈喽，小熊熊，帮你上一下哦。月式洗头初体验，哎，你知道吗？现在这个月式洗头呢，在 IG 上面超级红，好像很多人都有去做过了。没错，啊、做过，做过啊，泰国浴哦。看在后面哦，看有没有。Rosa 月式享受，他这样子写啊，楼上这个，其实你们要去，我哪有？月式洗头呢，其实已经红很久了，可是我看那个影片呢，好像真的是从头到脚按摩。我之前有看有人去拍过，然后就是连你的脚趾甲都会修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我有看到脚趾甲的，有的会敷黄瓜。那我们再看看这1500到底值不值得啦？我们就出发喽。哎，也很值得，真的吗？因为我没有洗头，值得。哎，我头发超乱的。二楼进来的这一位，你看是月式的妹妹，预约蛮难约的，就是约到晚上才有位置。进来之后呢，他就会引导人员，然后鞋子要换，要换成室内拖。这超很多哎，A 套餐，超值 A， 好多项哦，他去角质。超值。哇，原来这么大哦。原本以为想说就小小的，就是一个洗脚的地方，是不是后面是一大盆？我只有裤子吗？没有穿衣服啊。下面等一下。哦，我没有穿衣服啊。你不要穿一点，你很夸张哎。不能穿衣服，只穿裤子。没有，他只叫你穿裤子。没有。你穿的什么东西？你看。哎，我这是最新的。好的，那我先换，走开。啊，我换裤子。可以，哦，你的有红色的耶，不是它红红光的感觉，很炫泡，我感觉好舒服哦。青年旅馆的浴缸，青年旅馆，可以啊，会的。哇，它那高，像巧克力酱那种含甜的那种，对啊，甜哦，小腿很舒服。完了完了，往下了往下了。你是什么？去房间。你是死亡角度吗？嗯 ，Oh my god， 那我讲，对，你要是，其实很像在按摩哎，然后我们刚刚就把那个裙子往上拉，这边，哦，直接变平口，好，再帮我卸妆，很舒服。所以你刚刚是裸体吗？他也是跟你一样，他那个裙子拉到胸口这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你看我的乳沟，我现在被卸妆了吗？对，还 OK， 很 OK， 很壮，真的。Oh my god， 你看这个，哈哈哈哈哈，刮胡子。哎，女生就不用刮胡子。女生修眉毛很痒吗？很紧张。不要紧张啊。很专业的手势。嗯，很舒服哦。手势看起来真的是第一次把脚趾都给大家看。大素颜，它真的很脏，因为每次去按完摩，你头发都会超乱。然后它这个最后就洗头，就可以变漂亮。哇哦，因为我刚刚改套餐。它想卸妆的眼睛跟眉毛。哦、oh, ，所以你改成 B 套餐是不一样的疗程，直接油压超爽的。哇，你还有那个红外线那样照哎，对啊，光滑的，第一次展露出来，哇，真的死亡角度，哎，死亡角度，我第一次躲到这么低，好完美，很舒服哎，你整个哦，哦，湿霸起来。我刚刚看小吴好像已经有点微睡了，真假？太快了吧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去我那边，然后整个大裸背，因为它是按背跟小腿。有他裸背吗？有啊，哎、欸，大露 ，Oh my god， 大福利。我直接不好意思拍太多。我跟你说，他按摩手法超好的，他的手法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。他刚刚还这样敲一下敲，然后这样揉揉，然后这样，对对对，按超多。他刚刚整个指尖在我脸上跳舞。现在洗头吗？不是哦，洗头，因为很像在洗头感。他们的指尖真的很会按，他们都会讲，对对对。你的表情会不会有点太享受？好赤裸的一只，嗯，而是很赤裸，真的很赤裸。你的脸超红的痕迹。哇，他就说我是不是很累？我说对。遮起来，而且你敷着面膜，然后你不能尖叫，等一下，很干净哦。你自己有在挖耳朵？你竟然有一个包到完的人。哎、欸，我趴着你也不知道我是谁。对啊，我跟你说，超狼狈，就已经没洗，很丑了，弄成这样。刚刚有一招很猛，就是他用膝盖帮我按着，他的膝盖哦，跪在我身上，两个膝盖这样滑，真的好膝盖舒服，很酷哎。
但整个人是拍错人也不知道，说哎、欸、不知道谁这个，别人也不知道。觉得我这一集看起来超像偷拍狂。哦哦哦！哇！操！嗯。你现在在按腿环节哦，我跟你说超舒服。我刚把我手怎么抓起来，然后这边按按按，按完之后这边按按按完之后按手啊，按下按脚哎，从头按到脚。真的，你看他现在按你的脚哇、哦，他的力道是真的好舒服。我怕说我会不会痛，然后本身我不怕痛，然后就是调整这样。嗯哦。听说卡特想拍这个题材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在开会的时候，他就聊到，我就说：“哎，我们主频道想拍。”他说：“他也要拍。”我说：“好好好，那我们都各自去体验一下，然后看两边的感受怎么样。”所以听说他很喜欢按摩，所以我觉得他一定会喜欢。我觉得他会叫，因为他按的话，就想说啊啊，这样他会叫。我干嘛？我帮你折脚，帮你折脚。你为什么整个人看起来奇怪？哦，起来了，其实就是一个人，很炫泡，哎、欸，超酷的，哦、好酷哦，直接就变成一个洗头开，我真的超猛的，哦，躺着洗头，然后再加裸身洗，哎呀，整个正在洗澡了，现在重点来了，因为越是洗头嘛，洗头是一个关键。我感觉抓的我头都痒，我好想洗，对不对？嗯、我等下睡着你再叫我。好。哎哎哎，还在工作，还在工作。你回来了，我在等你洗头，顺便按摩肩颈，还蛮爽的。你现在在上那个护发油，小友睡着了，他有舒服到睡着。我现在头部按摩，天哪！边洗头边按肩膀，大家真的要自己来试试看，才知道多舒服。哦，这个拉到最深嘞、欸。我们那个按到肩胛去哦，分掉。哇，你整个头感觉被拉起来哦！哇！哇，你要进入了什么吗？这是什么？要喷水吗？啊！好紧张！好紧张哦！好紧张！哦！哇！好痒！我问一下可以吗？可以。这个好炫哦，好酷！超痒的耶！Oh my god！ 难得听你叫成这样，我天哪！超痒！水是很大的那种感觉，我没有看过这个哎，是像按摩脖子吗？你也进入了这个生活台吗？我刚刚在喊救命的，因为很痒吗？痒，超痒！你的表情要不要控制一下？是不是你的水比较大的感觉？直接把你关小啊！这下巴是怎么回事？怎么？真的很痛，超痒的，我笑到哭。干幼也是觉得超痒，但是还没有做你这么夸张。真的，好痒，好痒，好痒！我要习惯哦。哦哦，现在是小哦哦。这大头抬谁去的？对呀、啊，悠悠。那我帮你按摩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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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说他罐头台，我刚刚在叫他哭，你都没听到吗？没有，因为我在游泳那边，他也在叫。因为真的很痒，我只是敏感带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那水柱这样子，笑到哭。你干嘛？你的嘴巴都一直打开，情不自禁。我一定觉得很荒谬。我到底情不自禁？你整个人看起来不知道在干嘛。很情不自禁。然后你手干嘛就捂着呢？嗯，我在想，你洗完了？你没有叫我刚刚那个断头台？做这个吗？对啊，那个超好笑，那个他们两个痒到哭鬼，笑死！我好像我不怕痒。眼睛被盖着，你就这样很像在森林里面的感觉，然后听着那潺潺的小水这样子河流。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 你现在的断头台换地方？真的假的？对啊，他把你放在额头的部分。哦，是断头台哦。来了，来了，很舒服哎、欸，很舒服哦。刚才你帮我把手擦干净，然后现在擦我的脸，这样子、嗯、就让我变全身都很干净。小吴刚刚断头台超好笑，他痒到不行，他叫到不行。想也知道，我想说，我都觉得很痒，他一定完蛋。他蛇也在吹头发了，舒服。不觉得我脸变白了吗？我
哦，好像真的耶，因为我脸很白，是不是因为去角质什么？有可能，皮肤很好，超可怕。然后洗头嘛，一定要含吹头发，现在就帮我把身体吹干。按摩特别是它整个连你的这边都会洗到，对，然后都会帮你冲干净，所以是有点像半洗澡的感觉。对啊，人家帮你洗澡的感觉，对，超费超爽的。好的，我现在洗完，因为我整个超慌，太吵死了，超好痛。按这边的时候就不行了，不行，而且怕痒。对，后来才发现跟我们的套餐不一样。其实我这样算下，我觉得我们的套餐比较划算。你们套餐做比较多事，我就是想说我不敏感，我怕他弄到我的脸，我就会过敏。然后他也很好心的，他说那他就觉得这样我套餐不划算。他说我那个手机我很厉害，他自己讲哦，他说我这个手机很厉害，你这样没有体验到，那不然你换 B 是可以全身油压的。我就说哦好，那很好。哇，他出奇招，他整个人哦，哎，我之前去泰国不是这样转转是什么的吗？都不是。他拿膝盖按我这里，膝盖跪到我这里，然后他这样在撸，很不雅。但是我能感受到他膝盖还蛮光滑。笑，我说荒谬哎。我个人觉得我会再来，但是因为按摩加洗头东西很方便，不然每次按完摩都会对很乱。但是因为我体验那个按摩，我觉得他按摩没有到专业按摩的那个，但是价钱其实差不多。前面真的忍超久，后面那转了半天，我就不行了，整个按摩我很吓到，他就突然有一个就是。是一个环边，很水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它会出水吗？这样。搞笑的是，他最后他拿起来的时候，他就一根这样嘛，他就靠起来之后，你怎么在这？真壮！你看，游戏。他也跟我道歉，我觉得没关系，因为他其他真的很舒服。我就想说，你哎，拖太长。哇，你真的流血！那个女生自己都吓到，她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就把牙下。”大家不要担心，我们都有安全。就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的几率。就像是我们这次的月式洗头初体验啊，真的是从来没有这样的感觉过。然后之后呢，卡特也会去拍一支，他想体验看看，看他们有没有遇到比我们更荒谬的事情啊。不会，你最荒谬。真的，你最荒谬。各位听众呢，记得分享、订阅、追踪、转发呢。开铃铛，下次见喽，拜。哇，痛哎！我想问你们怎么都这么满意？怎么了？不得不说，他是很用心啦。但我整个人这样子，然后坐起来之后，这边全部是水，然后全部顺着我的背上流下来，我现在内裤超湿。哎，我都没湿哎。湿了，超干净。